在2025年，地球发生了不可思议的逆转，这个世界开始变得不再循规蹈矩，所有的一切都被重新定义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在水里呼吸，甚至是饭后在海里遛鱼也没有问题，男人也可以怀孕生子，连植物都能听懂人们的心声，只要一挥手，树木就能为你遮风挡雨，世界上也没有了种族隔离，长颈鹿可以在市中心逛街，小鸡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，老虎也可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，甚至地球的地心引力都不复存在了。然而最可怕的是，每个人都收到了短信，而短信的内容是自己生命的倒计时，开始人们还不相信，可倒计时结束时真的会死，死亡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，有的出车祸，有的被冰箱砸中，有的被柜子压成肉饼。然而很多知道自己死亡时间的人们发现，在倒计时之前自己根本就不会死掉，于是年轻人直接开始作死。看好了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我笑得完。如果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，你会干嘛呢？